大家好，我是老叶。今天呢是10月28号了，不知不觉啊，又在这个凉亭这边休整了3、4天了，也钓了3、4天的鱼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准备出发了，装备呢已经收拾完了。接下来啊，我大概是要往这个江西方向啊，然后进入广东，再从广东进入广西吧，然后从广西呢。可能吧，就是到时候看时间够不够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就从广西又进入广东，再到广东的那个徐闻港啊，去海南那边玩一下吧，顺便也钓一下鱼，因为之前在那边钓到过几条大的鱼啊，到那边去玩一下吧。然后反正时间够的话，也可以多玩一会儿吧。时间不够的话，就回家来过年喽。好了，现在出发吧，前往前面的永安市区啊，到那边去买一点那个气罐啊，因为我的气罐快没有了，然后顺便去吃一下他们永安的那个小吃啊，待会儿见。休息了几天之后，现在又骑在路上，这个感觉可真好啊！下雨了，天气预报显示是阴天哦，不过应该也不会下得太大吧，或者是太久。永安市到了，我好像记得，21年的时候在，好像是这家快餐店吧，大概是15块钱还是12块钱吧，好像有6、7个菜哦，挺好的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才9点多，至少还要等1个小时。今天呢，就去吃他们永安的那个特色吧，永安小吃。永安小吃。哎，你好，你们这有什么特色吗？啊？特色吗？是活肉吗？预包啊，啊预包来一份吧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特色，你给我来一点吧。活肉来一份。活肉卖完了，活肉啊，卖完了，鼻子耳朵这些。啊，那不要，瘦肉没有吗？瘦肉没有。那其他的你有什么特？鸭颈、鸭肝、鸭血。这个呢就是永安小吃了，然后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扁食啊，就是馄饨，然后这个是豆干，这个是荷包蛋，还有一个没有上。哇，它这个扁食味道超好啊！老板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预包是吧？永安特色预包，包子是吧？不是木薯粉，玉子做的。这是永安的特产预包。哦。是玉子，拿去烫一烫吧，拿粉拿去那个。哦。再来一个。预包出去。尝一下这是什么那个去。对。这永安的土特产。感觉可以放一点辣与腥味。这样的好像。它那个味道是糯糯的，有点 Q 弹一点，然后里面包的那个就是包子那个馅。很好吃。我那边是猪血下马肉。永安市哦，它有点像那个潮州的城区一样哦，有点像哦。这里应该是他们的市中心了。我刚刚看到瑞幸咖啡了，其实本来我已经忘了，看到了吗？那就去买一杯吧。你好，卡式炉那个气罐有吗？有。来4罐吧。多少钱？22。微信收款22元。装个袋子。哦，正好这边有个超市啊，佳蝶超市。刚刚问了一下，我说永辉超市大还是佳蝶超市大？他说差不多，可能这家比那个永辉超市还要大一点吧。去买点食材，差点忘了，钥匙又没拔。 果然是个大超市啊！这次真的是克制住了，就买了一天的补给啊！今天晚上吃火锅。现在呢，就离开永安市的市区了。 哎，好像遇到赶集的喽，不过好像已经走了，算了。我现在啊，去安沙镇附近那边有一个码头，那边啊，去看一下。看看能不能钓鱼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到时候再回来，再买补给也不迟啊。我现在呢是带了一天的补给啊，水带的不是特别够。 我估计这个里面很多人在那边钓鱼哦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前面好多人在那边钓鱼哦。哇，我下去了，我不知道等一下怎么上得来啊。哦，还有看到那个有搭那个天幕了，在那边钓鱼的。看来这个地方我找对了。这个附近它有个码头哦，我就是按照码头这个导航来的。 先到这看一下，等一下到那个码头那边再看一下。哦，这里要钓鱼是没有问题啊，而且好多鱼在那边游，你看，就是搭帐篷好像不太好搭。好位置我估计在前面，这个里面我就不进去了。车子呢，现在停在这里，就把线在里面。 哦，你看，开了摩托车。 天幕还要睡在那边呢。这里假如说搞一块水泥地就好了，哪怕收费也可以啊。这个地方呢，钓鱼是可以钓，就是搭帐篷不太好搭。你看这些地全是潮湿的。 太泥泞了。听刚刚那几个钓友说，他说前面有个码头，就是我准备要去那个地方，可以钓，但是可能他是要收费的，就是说那边管理人员嘛，他可能是要收费的。地方呢，那个地方是很好，有水泥地，也可以搭帐篷，可以露营，比这边好很多。这个地方全是那个泥巴哦。 你要搭呢也可以搭，就是脏了，会很脏很脏。或者是把帐篷搭在这里，到下面去钓。你看，哎，这里好像可以哦。哇，这个地方好。 永安龙头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教馆，哇，这个地方好哎！不过可能这么好的地方，它不让钓鱼哦。你好，你好，这附近能钓鱼吗？你说呢？ 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哦。哇，这边保卫科都有啊。对呀、啊，能敢钓鱼吗？那肯定，我觉得没戏。没戏哦。没戏。这里露营倒是可以。哇，这地方可以哦。 哦，这里我知道了，这里可能就是农家乐。这个好像我们宁波那边也有啊，就是你包一辆船，然后在船上吃饭，然后他们呢是在船上做饭，就是你到那边去捕鱼，捕的鱼或者什么的全部归你，然后他们就给你做好，可能是一辆船是800块钱、1000块钱，或者是更便宜，或者是更贵，就这样。原来是游玩的。 就是这个码头了。你看，听到没有？泡茶。你要唱歌吗？这挺有意思的。哦，想要在这钓鱼，那没戏，肯定没戏。现在呢，往长汀县方向走哦，因为我所有的快递我又寄到那个地方去了。 然后呢，就边走边玩吧。然后，假如说看到有可以钓鱼的地方，那就钓；如果没有呢，那就算了，其实也无所谓吧。就是看地方吧，主要就是可以搭帐篷的。钓鱼其实随便，你车子停下来，你就到那边钓一下就可以了。主要还是露营地不太好找，既可以钓鱼，又可以露营的地方。即将向右前方。 很难找。刚刚有一个凉亭的时候哦，它没有下雨。你看，我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公里了，它又下雨了。现在没地方避了。哇，下大嘞！ 找到一个非常适合钓鱼的地方，而且可以露营哦，那个棚子也可以。然后呢，下面有3个人在钓鱼，我刚刚在那下面看了半个小时哦，他们连一口都没有。他们是早上来的，现在是下午时间3点多了，到现在就钓了几个小白条。算了，我就再换个地方吧。这里呢是清流县的安沙水库哦。 你们猜一下我看到了什么？你看，多么棒的一个凉亭啊！而且四周都没什么人的。然后前面呢是一个村子哦，可能有个300-500米的样子吧。感觉这个地方是没有完全开发好，你看，那个路是可以进来的。我以为之前杂草丛生的进不来，这个地方我感觉还在努力的，就是修缮中吧，可能还没完全弄好。现在就是这个亭子弄好了，太好了，今天晚上录音地有着落了。而且呢，这个下面可能能钓鱼哦，在那个路口呢，好多人在那边钓啊，就是那个桥的下面啊，这里可能可以钓。 目前啊，我有2天左右的补给啊。假如说可以钓的话，那我就在这个地方钓个几天鱼吧。就是好像不太好下去。你看，你也想钓的话，就得从这里翻过去。而且它那个船啊，从这边一过，这边全都是浪了。我先看一下吧，摩托车能不能从那边过来。如果摩托车从那边能过来的话， 那我就可以在那个桥的那边可以钓鱼了，就我手指的那个位置啊。先看一下，反正目前第一个位置找到了，就是在这儿。望着这个水库，你看多漂亮啊！就是这些地啊，有的地方是软的。我那个车子呢，它底盘很低，可能有点勉强吧。这个应该是排水沟，我感觉哦。还好目前雨下的不是特别大哦。 如果下大的话，这里就全是水了。还好还好，能进能进。又找到一个，幸好我进来看一下哦。哇，我摩托车停的那个位置哦，从这边下来真的可以过去哦。你看，可以从这里开到这个位置，我呢也不用从那个就是泥一样的路从那边开过去了，就可以从这里开到那边去了。 然后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可以钓鱼的。这里停了一艘船啊，杂草丛生啊。我那个杆子绝对在这钓不了的。 这里你没个6米7米肯定钓不了啊，深不见底啊，除非上船上钓啊。钓鱼可能今天没戏了，先这样吧，先把帐篷搭起来，占个坑啊。我之前以为啊还要就是进那个村子里面去绕路啊，没想到这边就可以直接进了。 哇，这个地上有点滑。看来我又可以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了。这么好的风景，希望这个灯它晚上会亮哦。你看我这个车子就停在这就好了，这个上面就可以露营，或者是停在这儿。然后我现在先去前面看一下哦。 假如说前面能钓鱼的话，那就在前面钓鱼喽。可以钓，可以钓啊！你看这边有一个台阶啊，可以下去。好了，妥了，第一个钓点找到了。你看，离我那个亭子很近啊。然后再去前面看一下。哦，他们在这边露营钓鱼。 这个水看上去有一点杂质啊，不过还算干净吧，就是山泉水，没错。取了6.5升的水哦，然后我还有一个6升的矿泉水和1.5升的水哦，所以这几天水呢是完全足够的。如果实在不够，我又跑到那个厕所那边去，反正也挺近的吧，就是几百米左右吧。又搬了一次家啊。东西确实有点多啊。然后把帐篷搭起来吧，外面已经在下雨了。风景这里是超绝啊，你看。说实话，确实，假如说有一点太阳在这边，这里真的是美不胜数啊。好了，帐篷搭好了。外面现在在下雨，然后我把这个棚布给它盖了一下啊。在这个地方做饭，今天就弄个火锅吃吧。这个是菠菜啊，然后这个是藕，年糕的话就不用放了，也够吃吧。这个是肥牛卷，然后还有一点这个丸子。这个呢就一锅炖了，这个里面有什么撒尿牛丸啊，还有贡丸啊、鱼丸啊，还有这个鱼豆腐啊、包心的、啊，还有这个藕啊、千叶豆腐啊，反正还有乱七八糟的。然后再加入这个肥牛卷，这个是250克的，够了。这个稍微烫一下就熟了。刚刚吃了一会儿啊，又休息了一下啊，因为吃饱了，现在接着吃啊。确实是多了，你看还有一半啊。这里如果吃不完，那就留着明天早上再吃吧。太多了，确实有点多。不过这个味道确实真的好。你看还有这个肥牛也还有一点，确实吃不下了，太多了。我也觉得啊，只要它这个食材好，烹饪出来的东西就是好。好了，吃不下，这些全部放里面吧，然后留着明天吃吧。